来兄弟们，这里哈，这里上货开张，今天第一根盘龙扇，这里来兄弟们，芒子黄扇上货，今天第二根，二两有没有兄弟们？这条黄扇来装起来，漂亮哈，这条子上货。哦，你看这个是稻花鲫鱼啊，大板鲫，金黄金黄的，也算大板鲫。来，咱们把它放了吧。来，刘豆腐不能要哈，这边的养鱼田。这里发现一条，来拿出来，第三根生物。哇，这根盘龙扇好考眼力啊！差一点点，你有没有看到它？漂亮。这里，哎，这里有一条，胜过今天第四根。嗯，可以哥。来，兄弟们，在这草下面看见一条麻子扇，好大这条，直接拿你上货。今天第六根，三两，我的天，上牌了，好起来了。来，兄弟们，这里发现个七星鱼啊，这里加老钩啊，七星鱼加老钩，看能不能夹住这里。上货，又跑了，夹不住，七星鱼特别狡猾哈，不好夹，来，不好夹，来。兄弟们，这个荡荡里面又看到一条，这里上货，今天第八根。来，哥姐们，七星鱼这里看，加老钩上货，七星鱼装起来。来，兄弟们，嗯，大草棒玩喽。来，我去，别慌。就来一个，好的吧，别慌，等会儿，这里，咦，鱼呢？大草棚呢？别慌，这再装我的脚杆。搞一根回去拿来做酸菜鱼，来给大家看收获。兄弟们，今天晚上大大小小总共十几条。